波特电影中饰演张秋一角的梁佩诗，当年一头乌黑长发以及优雅气质让许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她于2004年参加海选，从3000多人中脱颖而出，成功拿下角色。当时梁佩诗的角色是主角哈利波特的初恋，在片中夺走对方的初吻，据说在拍摄时 NG 了30次，让她一度成为少女公敌。不过后来她在拍摄电视剧的同时选择进修自己，因此累积的作品数量不算多。近期则参与了成龙电影《英伦对决》，久违登上大荧幕。如今已经36岁，梁佩诗剪去一头长发，该以利落短发展现女强人的形象。2020年也顺利生下宝宝，升格为新手妈妈。她不时透过社群分享幸福的家庭生活，宝宝的可爱影片获得不少人点赞，更有人在留言区 po 出当年她在电影中的模样，可见如今仍有许多影迷还在关注着她呢。